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在地处黄河之滨的河南省温县，一项影响全世界的健身运动就诞生在这里，这就是陈氏太极拳。清初太极拳鼻祖陈王庭创编太极拳以来，太极拳就以其独特的技击与健身功能，在技击与强身健体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陈氏太极拳有陈氏老架、陈氏新架之分。近代流传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，第一路动分静和，不断变化，体现出柔缠中显柔缓稳的特色。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中华武坛的一支艳丽的奇葩。300多年来，经过历代宗师的发扬光大，繁衍出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等不同风格的套路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极拳那集技击、健身、意志和修性于一体的运动方式，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，其影响遍及世界。陈小旺，男，生于1946年，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曾任河南省体委省武术馆副馆长。自7岁开始，从祖父陈发科、父亲陈兆旭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，后师承伯父陈兆培、叔父陈兆奎深造，精研陈氏太极拳老架、新架各种功法及助班器械，功底深厚，技艺精湛，有擅长推手、技击和擒拿格斗，为陈氏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。1980年至1982年，参加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，连续3年获金牌。1985年。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，同年出访日本并受海外各国邀请授意。1988年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，参加过太极神功、神盖、陈氏太极拳等影片的拍摄工作，著有《世传陈氏太极拳》《陈氏38式太极拳》等书。1990年移居澳大利亚，巡回交拳于亚美澳各州驻国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94年被温县第3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评为太极拳大师，是当代名扬国际的太极拳名家。
陈氏太极老架势，喜陈家沟陈氏第十四式，是祖陈长兴所创。他在陈王庭创编的太极拳五路、炮锤一路、108式长拳一路的基础上，由博圭约编排成现在流行的老架一路、二路。一路拳以柔为主，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，架势舒展大方，步伐轻灵稳健，身法中正自然，内劲统领全身，以缠丝劲为核心，动作以腰为主，节节贯穿，一动则周身无有不动，一静百合皆静，运动如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，发劲时松活弹抖，完整一气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第一式，预备式。立身中正，两目平视，唇轻闭，齿轻合，身体缓缓下沉。左脚横开与肩同宽，左脚跟落下，重心移至两腿之间，气沉丹田。第二式，金刚倒堆。双手缓缓抬起，与肩同高同宽，双手随身体下沉，落于腹前，双手随身微左转，向左前上方滑弧与肩平，重心偏右，身体先微左转，随即向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尖外摆，同时左手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双手向右运至身体右侧，与肩同高，重心右移，左脚抬起，向左前45度开一步，脚跟着地，
重心左移，身体先右微转，再左转，同时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左手随身体向左前方运出，右手至右后方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提起向右前方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左手先上抬后向内下落，右手由后向前与左手相合，左手与小臂中部，左手内旋下落至腹前，掌心向上，同时右手变拳放于左掌心内，右脚右拳同时向上提起，左掌略下沉，右脚落地震脚，同时右拳落于左掌心内。第三式懒扎衣，重心右移，双手分开，左手向下滑弧与左侧外，右手向上滑弧至右侧，重心左移，左手由下向上，右手由上向下，双手合于胸前，身体略左转，提右脚向右侧开步，脚跟着地，双眼目视右侧，重心由左移至右腿，同时身体右转，左手稍内旋，右手向右上滑弧至肩平，左手外旋下按至左肋旁，五指叉腰，右手略下沉，掌心朝右前方。第四式六风四臂，左手向右上滑弧，右手微收与左手相合于右胸前，重心左移，双手向下滑弧于胸前，双手向左上方滑弧略高于肩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双手收于左耳旁，收左脚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双脚与肩同宽，两手向右前方推出，与肩同宽。
第五式单边。身体微右转，两手内旋，左手略前伸，右手微内收，双手掌心向上，右手变勾，经左掌向右上方运出，略高于肩，左手收于左腹前，踢左脚向左侧开步，脚跟着地，重心移至左脚，右手由下向上滑弧，置于左侧，掌心向外，沉肩坠肘，气沉丹田。第六式金刚倒堆。身体左转，左手向外旋，右手向下滑弧，至左胸前，与左手相合，重心右移，双手向右上运至身体右侧，两掌心向外，重心左移，双手向下滑弧至左上方，重心右移，双手向右上运至身体右侧，两掌心向外，身体左转90度，左手向下运至左膝上，右手外旋向下，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提起向右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左手先抬后向内下落，右手由后向前，双手合于右胸前，左手位于右小臂中部，左手内旋至腹前，同时右手变拳放于左掌心内，右脚右拳同时提起，左掌略下沉，右脚落地震脚，同时右拳落于左掌心内。第七式白鹤亮翅。身体微左转，再向右转，同时左手外旋置于左腹前，右手由拳变掌外旋向上滑于身体右侧上方，
重心左移，提右脚向右后方撤步，同时左手由下向上，右手由上向下内旋合于胸前，重心右移，左脚收于右脚内侧与肩同款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左手向下经左腹前至左胯前，右手向上经右胸前至头右侧上方，掌心朝侧前方。第八式斜行，身体左转再向右转，同时左手由下经后向左上至左胸前略高于肩，右手向下向后至右胯侧，提左脚向左前方30度开一大步，脚跟着地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左手收于左肩前，右手由下经外向上滑于耳侧，身体左转，同时左掌向下向左滑弧，与体侧变勾手上提，右手向前上右滑弧，与身体右侧外旋下沉，松肩沉肘。第九式搂膝，身体稍向前，双手向下合于左膝前，重心右移，左脚提起收于右脚前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双手上合后坐腕于胸前，两掌心斜相对。第十式上三步，身体略向右转，同时双手向下滑弧至右侧后方，左脚提起向左前方上一步，脚跟着地，同时左掌外旋向前推出，右手内旋屈肘收于右肩上方，重心移至左脚，同时身体左转，左手向下滑于左髋外侧，右脚提起向右前方上一步，脚跟着地，同时左掌内旋屈肘收于左肩上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腿提起向左前方上一步，脚跟着地。